在桌面吃饭的一天，我来整个过程。今天吃一个这个罐头，沙丁鱼和鱿鱼的罐头。一点点都不能浪费。用这十个豆干给它放两颗吧，把这个罐头一个根本吃，一只猫根本就吃不完。真的。妈妈，两颗公公好哦。妈妈，我的眼神你懂吗？看来你懂了。本喵要加速了，弄碎一点比较好吃，再搅拌一下。我咋干搅？我在做菜呢。这能看出我头上的发缝像什么？妈妈真的会挑新罐头，太大颗我吃不下。我感觉我有一点饱饱了。妈妈说不要浪费，吃不下了，姨们拜拜了。小红书。